的给出来去啊！拍摄啦！啊，我就想讲哦，我家手较无顺手，所以就拍较大力了嘛。啊，不要紧啦，你等我一下。来继续。那安尼我跟你话平啦，安尼你倒手较好拍。唔免啦，我坚持。无啦，我无安怎啦，我无说你去跋倒啊尔啦。啊，不过讲真实的，真正伤久无拍，找阮啦。是讲，其实你进步真多呢，即摆已经比我搁较厉害啊。歹势啦，啊，就愈拍愈顺手，一时袂记得哦，你无方便。无啦，是我较歹势啦，拍拍你拍球的心情。那会？好佳哉，有你陪我运动，无我嘛足久无拍球安尼。啊，不过我看中军应该有常常咧运动啊，我感觉。我有啊，我现在想要吃日料，行啦，我请。无你是无用，我先去换衫，等下门口等。喂，中军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啊？子彤，你嘛要运动啊？哦，对啊，凯宏又啊来打壁球。啊，你哪会知影？哦，因为阮朋友嘛约我来打壁球啦，啊，拄好看恁在电梯内底，要甲你看已经袂赴啊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凯宏伊就讲伊心情无好，想要运动流汗一下，看心情较好无，伊就叫我来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是无好啦，是安尼，啊有间吼，恁若搁要拍，爱去搞招。再讲啦，我即摆先去换衫啦，哈，拜拜。家己的未婚妻，佮前男友单独相处，佮伫遐无要无紧，真正是白痴。看起来哦，我应该想佮较厉害报数，安尼唔才用。子彤，列兵。明明就写心情不好这四个字，讲啊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啊？好啦，我讲啊，我到即马，敢若才发现，我见唔到人。袂吧？你讲的人，敢是钟俊？哪呢？伊真疼你啊，而且厝厝咧甲你斗相共，伊阁对你真体贴呢。
你讲的迄拢是表面的，实际上哦，你讲怎样？查甫人无主见，讲较好听的是体贴，讲较歹听的就是无根夹头。我就听，我真正是就听的。算啥去啊？我无想要讲啊。哎，子彤，卖啉啊这么凶啦！你拄则嘛无食啥物物件，安尼啉真紧就会醉啊。啉酒醉安尼毋是搁较好？一醉解千愁嘛。哦，好啦，你卖搁躲啊。心情无好，食一款甜的嘛会当解忧愁啦。有当时啊。我真正是足怀念，咱过去做伙的时阵是遐尔快乐。譬如讲，咱拄熟识时阵是遐尔浪漫。咱拄熟识时阵，你讲破我踮诶人客头壳，真正看着我伫一个面上，哪有啥物浪漫？鬼才知影你甲林子彤是安怎识识？对吼，我真正是连酒醉啊！我刚才会记得咱交往时阵的灯光未甜，还佮有你甲我求婚时阵的浪漫。我三不五时，嘛会想起这个代志。拢是我唔好，是我亲手毁掉这一切。是讲子彤，我真正想袂到讲，我之前安尼伤害你，害你这么伤心，你竟然阁愿意把咱过去感情去条条。放在心内的代志，哪有可能讲放袂记就放袂记？子彤，你今麦感觉安怎？是不是人无爽快？我还记得当初，你嘛像像即马同款，这么温柔甲我冷的。若不是命运创治，咱即马嘛应该是幸福快乐才对。哎，这里，我感觉我用袂起也袂在。廖凯宏，你跟我较近的啊，上好是直接给我浸落去。酒醉，所以我就送你回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多谢你呢。哎呦，子彤，啊，你哪啉到这么醉啦？刚讲你搁拄着迄个要甲你灌酒的客户啊？迄个客户算啥？我有搁较烦的代志。啊？子彤的意思应该是。伊即卖事业愈做愈大，所以相对的，工课压力嘛会愈来愈大。这我知了，
多谢你的提醒。我看哈，我先送子龙回去好啊，若袂等就要吐，就歹处理啊。哇，那呢，恁紧回去，偷偷行嘞。嗯。来，子龙来，谢你哦。当初拢是我想要出头，输到后悔看去，才失去自头。啊，那无，今麦陪你自从辛苦变的人就是我。系啊，我约好这个时间，你甲超强讲电话，敢是伊卡来？喂！子彤，来，你有见无？来，我给你扶。电啊，我给你起来啊！我的电话你接要从哪？无啦，我是惊黑手机伫咧两下甲你插着，才替你接的啦。结果是卡咧问你要贷款无啦？是的啦，等到还是清醒啦。我看我的物件你卖我白卡啦。无爱出是安怎？你是安怎买伫看？哦，无啦，我是想讲是安怎？你从香港回来了，就一直拢无看到你挂迄卡手机。咱两个拢订婚啊，你嘛真该去卡手机，敢毋是？啊，着，凯宏毋是心情无好，我去安慰伊，啊，我今日去刺激着伊，所以我着无挂啦。嗯，敢会？也毋过我拄则看伊阁做开朗个啊。无，你即马是怀疑我讲白菜哦？无，我哪有可能怀疑你啦？啊是讲，你是该去卡手机收去倒位啊？伊个傲手指，摕着我着凊彩等啊！我哪会记你等去倒位啊？自从伊是来香港了，你规人变甲足生分的，而且你明明真爱伊卡手指，伫你去香港以前，你是逐工拢挂掉的呢。袂用紧，我袂当卡袂着就对伊使性地，若是甲林子彤伤过无共，即声将军一定会头一个怀疑的。安尼哦。我话这张歹面，就真正白了工啊！哎呦，我哪有对你较生分啊？你嘛知影，我香港迄个单有偌大，我逐工哦是无应该想要变过安尼，所以我就对你较无耐心啦。啊，你要手机是无？无我即马找予你啦。真正是感觉足痛，足想要困的，你嘛紧倒去好困啦吼。晚安。哦，好啦，那呢，你嘛较早休困的。晚安哦。总算是把迄个念头，我走。